欢迎收看《欢迎把抓》，我是张老和。今天抓住四个关键字，带你掌握天下事。儿童表成行动炸弹。哎，年仅十岁的男童带着妈妈买来的儿童表，哎，代表不就是要告诉他守时的重要吗？怎么会变成一颗不定时炸弹？手表说爆就爆了，最后二度烫伤还要植皮。后续消保官介入才知道，电池早就出问题。那强迫更换了吗？没有。 NCC 主管单位，你不好好管理，推说是消费者疏失，这话家长你能够接受吗？中国电池各处爆，中式的电动车电池说掉就掉，是直接躺平在大马路上，这画面非常罕见。最吓人的是这个画面，你敢相信吗？中国男子骑电动车骑到市政府前面，砰的一声，整台爆炸。蔡卖家底拼外交，台湾骄傲，金元技术，大家最常讲。 细顿细顿，现在怎么拱手让人？就因为立陶宛挺台，还不断请了，又是给好几亿的补助，又给关键技术，让大哥先做四年。郭董名句再来了，当初喊话韩国瑜，这次换跟柯文情喊话，还二度探视了柯妈妈求帮助。而郭董的盘算，最新民调能够解惑吗？现在就要请四位特别来宾，第一位资深媒体人卢望者，赵好，大家好。台北市议员张思刚，大家好。 台湾戏院林涛，早上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张宇轩，oh. 好，好，望哲，你知道我最近看到的新闻，让我觉得最傻人是什么？就是这一则新闻、啊，<是>你能够想到吗？哎、欸，智慧型手表怎么会变成这个不定时炸弹啊？而且你想想看哦，这一只表是一个妈妈买给一个十岁的孩子，她要跟孩子讲说，守时非常重要，你要常常看手机之外，你要看的是手表啊，哈，守时非常重要之外，没想到小孩子走着走着走着。 手表突然自爆，这山寨货吗？对，所有这个环宇一把抓的观众朋友，这个尤其是爸爸妈妈，如果你有给你小朋友戴这个智能手表，哈、哦，这个千万要注意，因为在土城就发生一个小朋友十岁的男童，他走着走着，手上的手表就突然起火爆炸了，<是>让他吓到啊！大家如果有去看那个画面，其实看得驚的蛮惊悚。他其实就是下雨天，他走过去，他补习补完嘛，走过去的时候，哎、欸，没想到那镜头拍得很清楚，手机整个手直接变火掌。 哇！当下怎么甩都甩不掉那个。你说那个手表，它突然嘣的一声爆嘣了一声之后，直接起火，它是不是要甩甩甩甩不掉？因为像我们戴手表的时候嘛，大家其实看得清楚，你要把那个扣环拉开，你才能拉开。但重点是你当下那個火把在手腕的时候，你怎么拉？你根本拉不开嘛。所以当下的时候，他那小朋友非常的着急。后来呢，好不容易把它挣脱掉了，但后来发现。 他的皮肤已经灼伤了，而且现在有可能要植皮的一个情况，非常的非常的危险。对，那像大家追究这个手表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好好端端戴着会突然起火燃烧？这个手表呢，其实就是长的这个样子，好这个样子手表都已经烧烂了，都烧烂。你看吗？包包括它的晶片啊，还有它的一些一些一一些这个电池，整个整个都起火燃烧，已经烧成这样子焦黑的一个情况，所以可以想象当时的这个情况有多么严重。那像大家追这手表到底是哪个厂牌的？就一追追出来叫做 Hero Watch。 那 Hero Watch 呢？其实当当时其实他做很多儿童手表，也是希望做家长能够帮忙给监控孩子的这个状况到底在哪里。对。结果呢，现在出事了，厂商呢好像一推二五六，感觉没有要负责的样子哦、喔。厂、哎、商怎么回应？他讲到最后一句话说：“哎、欸，这个打听到的品牌，我们也会第一时间让你知道。欸”哎，网络上听到这句话炸锅了，大家都知道这个品牌就是 Hero Watch 嘛。结果你自己厂商出来回应说。 我先打听这个品牌到底是是不是我们家的，我再来回应。望泽你意思说，其实第一时间很多人都已经从这个品牌，从这个这一张照片里面去说，诶、欸，这手表跟我家里也很像，都知道是哪个品牌。但他的小编一开始完全不承认，他不承认就算了后，现在后来网络就炸锅嘛，搞老半天，后来最后道歉了。因为你连家长都出来认出来这品牌，那你小编还硬硬凹什么？<嘿>那其实说真的啦，这个这个电池爆炸其实真的蛮危险的。那重点是在什么？重点是在说。 这个旧版的电池，它其实电池是可以拆卸式的。但后来其实有有这几年有希望说，这消费者他说能不能换电池的一个情况，因为他们发现这电池是有问题的。那可是后来呢，大家说你卖了上万只手表，你要通知所有的那个用户，你有通你有落实通知吗？有吗？好像也没有。而且重点是你通知用户，用户有没有收到这个讯息，要说要更换电池？好像这当当中就会有一些落差嘛。所以现在呢，N C E r 然还帮这个厂商讲话，他说，哎。 不对啊，那厂商明明就有说他电池有问题啊，那所以他也通知用户要做更换。那你不换是你消费者的责任，哎，拜托，怎么会怪在消费者的责任身上？今天我一个小朋友好好戴着手表，我今天要回家去，结果手表突然自然就变得好像是小朋友自己的错，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对>所以像大家也在炮轰 NCC 哦，你该管的不管，你应该要厂商好好说明清楚啊。你当初约 NCC 是全责单位，你不管什么通讯、手机或者这个智慧手表，其实都是 NCC 要管的、啊。 那为什么现在手这个手表爆炸之后，你 N C C 反而一推二五六推给这个消费者，你完全没有责任啊？看不出来完全没有责任嘛？所以现在网络上都这个炸锅，而且重点是什么？当初这个手表呢是在一个慕斯的平台上面买的，对，他当初还打什么？主打什么？来镜头拍一下防水功能，哇，家长看到防水功能就安心了嘛？所以它不会有，因为你里面这个手表是离电池，你洗手都没关系，你下雨天都没关系，你上去游泳都没关系嘛？那那你看到这个？ 纳米防水的这个科技，结果你后来你你只是去淋个雨就，就后来手机就爆炸，这这这像话吗？所以太太不合理嘛。所以像大家讨论说，这个募资的平台哦，到底现在讨论一些东西，到底有没有跟上一些真实的情况，大家都在讨论的。结果我后来发现，哎、欸，完全其实这个募资平台，大家在这个下下标的时候，也其实要特别注意。为什么？他曾经可能有透过一些发表一些音乐盒，然后跟大家募资，就募资后来发现。 这个音乐盒是淘宝货啊，而且卖的比淘宝还贵啊，你有没有搞错？所以大家就说，哎、欸，你还灌水加价卖，所以大家很欣呃，我们支持新创，支持这这些产业，支持支持这些募资平台。但是后发现，这个好像有点变成一个变调，变成一个敛财的工具哦。再来就是说，这个流流光的这个钢琴，后来呢也也募资到了两千五百万，希望能够做研发。当然，研发到一半，哎、欸，研发不出来，那、啊、钱呢？ 钱钱也没了，好，那那就有就就有投资者觉得，哎、欸，不对啊，我我我们给你那么多钱，后来你东西那也没做出来，然后钱也没退回来，但是说真的，他也没办，他他也没有钱可以退，因为他的确有去做研发，后来这个大家有去调查，后来变得负责人不起诉。 所以变得两头空的情况，第一个产品没出来，第二个你钱也拿不回来。所以大家在针对这些募资平台的时候要特别注意。望城，你的意思是说，这个募资平台大家可能有点不太知道是什么东西？募资平台简单来讲，就是说我今天要发表一只手表，但我没有钱可以去研发，<對 S 1> 我希望大家可以募资啊，募资你可能一千块钱、一千块钱、一千块钱，最后这个商品我只卖你一千块钱，它可能原价做完之后是三千块钱。对，所以我吸引非常多人来过来帮我募资啊，完成这个梦想啊，你还有商品可以拿。 现在这个募资平台，第一个像旺者刚刚讲，可能跟吸金是有关系。我募资完之后，我就直接闪人了，<對>跟你说拜拜。第二个事情是我刚刚说，这个手表骗你的啦，通通都是偷宝货啊。对啊，所以就变得这个有点变掉个情况了。那那不不止是国内有发生的情况，国外其实也有发生这样的情形啊。包括像他之前大家研发这种空拍机、迷你空拍机有没有？在美国也募资了大概一点一，一一点一台币。结果呢，后来也研发不出来嘛。那后来平台只只能获得。 四百万的服服务费，那重点是他什么？他也不用负什么责任啊。所以大家在投资这这些這些,这些这个这个平台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这样的情况。你可能钱会拿拿不回来，东西研发不出来，然后可能当时的研发者他可能也物资就直直接跑掉了。 会发生这样的情形。那另外一个，我们再看到什么议题呢？其实像现在募资的情况，其实越来越常见，也不是募资研发这些东西，甚至有人募资哎赞助你去旅游，然后或是你去做从事一些一些一些活动。那现在就有就就有就有人呢希望能够募资，然后能够去爬山啊，爬山也要募爬山也要募资啊。对，所以所以像現,现在其实这种这种这种噱头其实蛮好用的。但是后来呢，后来就被人家反讽嘛，就说你哎你你你募募款五十万要去爬南湖大山，那后来呢就有学生推。嗯 我干脆推咖啡卖卖你五百块好了，所以现在看得出来哦、這個，这个这个这个募资平台其实争议蛮多的。那再谈到刚刚谈到那个呃募资的问题，再谈到电池的问题，最近大家可以看到一些一些相关的新闻，其实你使用电子产品里面的锂电池其实非常危险。为什么？你遇到高温的时候，你可能会会爆炸。 你遇到水也可能会爆炸，嗯、甚至你可能碰撞的时候也会爆炸。之前林志颖不是开那个特斯拉嘛？<嘿>撞到桥墩之后，整整个自燃起来。<對>所以我们特别小心锂电池的使用办法。但是呢，在中国呢，其实他们也很多电动车也使用锂电池，但没想到呢，就有电动车开到一半，电池突然掉下来，就在马大马路上。哇，这看起来非常吓人。这台车叫做曹操六零，曹操六十<嘿>。那行驶之间呢，这个电池直接掉马路上，这危险在哪里？ 如果后面有这个大货车、大卡车进来，那不是等于是踩地雷直接爆炸一样吗？直接就蹦的一思嘛。所以大家就说，哎、欸，这个电池哦，就像开始有电动车啊、电动手表这些，大家使用要特别小心。另外再就行动电源，中国呢现在被发现了这个自这个亚马逊的这个行动电源呢，有也有几起的这个起火事故，所以赶快召回来因为行动电源大家知道，手机没电就会插行动电源，那你在使用的时候会怎么样？ 这个温度就会升高，那一升高的话，如果触动到里面的锂电池，如果它品质不是那么好的话，随时都有可能会爆炸的危险啊！然後另外就有，就就大陆的民众人在这个家里头使用这些淘淘宝货，然后这电池也是一样，哦，整个客厅被烧到面目全非。所以，观众朋友真的要小心。除此之外，我们再看到说，哎、欸，包括包括你连等红绿灯的时候，你手机都有可能会爆炸，这这个非常危险。这不是说你带炸弹在身上，<laughs> 这是真的会爆炸的情况。另外呢，包括像辽宁它的市公所，呃，这个市政府。 有有一个人骑电动脚踏车进来，没想到骑到一半的時候，然后突然瞬间爆炸变成火海，大家就说：“哎、欸，你你是骑到这个地雷区是吗？怎么突然就爆炸成这个样子？”你看旁边的车都，哦，吓都吓死，赶快闪！因为他只是从这边骑过来而已，然后结果就突然骑到一半，之后就砰一声。 整个起火燃烧，那那个电动车直接就就整个爆炸嘛。那最近呢，其实台北天气也很热，那大陆也是一样。大陆广州呢南南部城市也特别热，温度大概都接近四十度以上。就有发现说，哎、欸，这电动机车停在骑楼底下，因为这个高温太热了，就马上也是起火燃烧。那这个问题在哪里？这个机车起火燃烧，旁边有没有什么汽油车？当然有，当然有。是你一起火燃烧说，旁边的汽油车如果跟燃烧话，是不是整排机车全部挂点？所以大家。 观众朋友，我们从这个手表的事故，我们可以看到两个重点。第一个就是你在募质平台上，你、你、你做任何投资，你要特别注意；再就是你使用锂电池的时候，你也要特别当心。而且没错啊，而且这个锂电池的这事件，刚汪哲讲啊，几乎都是中国制的、啊。哎、欸，你能想象一台电动车到了你的前面，突然嘣的一声来爆炸吗？你开电动车开到一半，电池直接掉下来。 这么荒谬的事情，恐怕只有中国可以超越中国。好，不过我们刚刚回到刚刚的这个智慧手表，好、哦，这个儿童手表这个地方，子刚哥我百思不得其解。嗯、NCC 它是主管单位，他负责去管这件事情，他第一时间不是跟大家讲说，好，我会去查。哦，的确我核准过了，核准过了，我去查。但现在他完全推给消费者，说他使用不慎，家长听了这一股气，好像没有办法消哎、欸。 反正就是听得非常生气哦、喔！我跟大家脑补一下，大家觉得说，哎、欸，为什么这个电、这个手表、啊、儿童手表这些呢，要跟 NCC 有关系？这不是应该经济部吗？哦、啊，因为经济部管商商品嘛。但是因为这里面有相关的那个电讯的问题，有这个这个收通讯的问题，所以相关的这些通讯产品，事实上都要经过 NCC 一个审核。但是好，这件事情就证明 NCC 这个单位该废了。哎 <嘿嘿 S 2>、欸。 这个事情跟意识形态可没关系咯就是保护消费者。三 C、Z、作为一个把关单位，你在这个上面不但不去帮消费者讲话，而且还去怪消费者，你怎么不换电池？大家都知道，现在的电子三 C 产品没有在换电池的啦，嗯、<laughs> 大家都是个密都是密封的。为什么要密封？防水啊，防震啊。在二十年前，我们小时候在用的那个手机是要换电池的哦，<laughs> 那个时候换电池还有还有的奖。 啊，那不管是那个当时的手机、手表都要换电池，现在是全部密封的状态。OK，所以 NCC 你这样要做什么？是要结合消费者保护委员会来帮消费者来去清查这类的产品在市场上有多少流通，要求厂商收回。对，比如说三年以上，你这电池老了，那个退动化了，是不是就收回召回原厂？那我觉得这个才是保障消费者的权益嘛。那这点小事不做。 然后呢，该大家关心的事情不关心，每天就在意识形态打转，看谁不爽就关谁台。所以这样 NCC 啊，坦白讲，就摆得个废掉算了。所以相关的产品，我们呼吁啊，自己的厂商，我觉得要做有厂商有良心，你要自己呼吁消费者要召回、要回收。然后另外呢，NCC 你也就大规模要去做一个普查，相关类似的产品，我觉得以现在的工业形态啊，很可能都是同一个代工厂出来，是可能代工厂出来，可能模式。 呃，这可能模式、规格、配备都差不多。那当有一个产品出现这样的时候，呃，坦白讲都要做一个通盘的清查。我们看到、啊、那个汽车产业，只要有一部车哦，安全带出了问题，这个型号、这个年份生产的车子全部召回，全部检查安全带，该换零件通通换。那我们这是良心厂商该做这样的处理。那 N C E 不知道是掌握他到底卖出多少只了没有？ 我们好像也没听到相关的数字。你作为一个主管机关，你要知道说卖出多少只，而且哪一年卖出多少只，那销货的的地点到底在哪里？这才是一个负责任机关。如果只是叫消费者说，哎，你怎么不换电池？那你我你这个单位坦白讲就废了算了。周一到周五晚间十点，请锁定《环你一百转》。 来林涛，我们看到这次的智慧手表啊，这个儿童手表，哎，一查哦，原来是在募资平台上面。哎，我上网一查，是募资平台的争议蛮多的，不少都是来自于淘宝啊。没有错，赵和，你知道吗？在整个募资平台，其实就分两个部分嘛。重点，这个募募资平台为什么大家要去抖内，然后自己去开发，代表这个产品还在开发的阶段，大家只是集资让他去开发这个产品。可是不是现在所有的募资平台。 都已经在卖，已经在市面卖卖的产品，那根本就是钻这种灰色的地带。而且不只是这个手表、哦，我们看到这个产品，泽泽平台的募资平台，他卖的是目光出镜，这镜有多夸张？他说这个不是水银，这是银。他说这个底座这木头不是一般的木头，是浙江的楠竹木。你看、啊，吹捧的这么精品，这么高级的产品，结果嘞？ 马上你看到这个底座发霉发到什么程度？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整个的过程中，募资平台就是一个类似诈骗的一个手法。而且赵和我，我去看了一下这个募资平台，它的它的这个说明里面写原厂出货，原厂出货还不打紧哦，他写说我这个产品呢已经在四月申请大陆的专利，但是在申请当中。哦，好，我已经申请七月份中华民国的专利，中下七月五号。 他基本上就就像刚才思刚哥说了，你先卖一个车，他还没有经过安全的测试；你今天卖一个法律服务，说我还在考律师证照，这不岂不是一个很好笑的事情吗？而且我们看到他们常常会做什么手法，就是我直接贴牌，我中国东西写台湾制造、台湾组装，或是台湾的呃什么样的一个过程嘛？结果这个更更夸张，他不是写台湾制造、台湾组装，他写台湾师傅挑选的栏目。 啊、所以你就你就可以看出，这完全是玩文字游戏的一个平台，不只是这一个。我们看到泽泽平台哦、喔，过去有没有一些很夸张的？些当然有啊。之前这个黑熊部队沈博阳，他在上面买说我要抗中保台，我一定要让台湾的国防加油。结果他卖这两千块。 这个马上这个、啊，这个叫什么急救包？是、这个、国防包。林涛、欸，这个叫做捍卫战士、啊、捍卫战士的这个包卖了多少？两千块，结果被抓包在淘宝，傻爸扣三百块。这就是你的抗中保台 <laughs> 台湾价值的风险贴水的贴水 premium，就把钱加上去了嘛。所以我在这边简单做一个数学，你的台湾价值有一千七百多块。 好贵啊！所以基本上我们看到这种商品，不只是之前是這,这个这个这个黑熊部队，我们看到这个牙医史书华卖无线充电器，后来便发现它的价格是高于原本的价格六倍<蛤>。哈哈，哎，赵赫怎么可以用这种抗中抗中保台的这种价值，口口声声说抗中保台价值，结果都去谋取暴利，就叫让我想到谁？想到中国鹏。 口中喊着抗中保台，结果大赚三大国企的人民币，这就是民进党的标准嘛？来宇轩，我们刚刚提到了，旺泽刚刚我们看到非常多中国式的电器非常危险，现在是完全不能买了，是不是？对，我们讲不准嘛，我们讲等下被人家说入华，那我们来谁来讲？前中国政协讲，哎、欸，总有权威性的吧？还是谁？来，各位就这位，大家最为熟知的，是谁？成龙嘛？成<龍>那成龙大家也知道。 过去反送中的时候也说：“哎、欸，你香港人是暴动，对于共产党护航无微不至哦、呃，最关切、最保护共产党的就是成龙。”就有成龙对于中国大陆的电子产品说什么：“说我想要买一个电视机。欸”哎，他下一句说：“我一定买日本的。”然后接下来讲这句话最关键了，因为中国的会爆炸，不给人家有信心。所以这什么意思？代表连成龙。 自己对中国的产品根本没信心嘛？你说好，成龙讲那没关系，我们给大家一个数字，好，我们讲现在最流行的电动车，大家知道中国在二零二一年猜来看，一年就发生几起电动车不是车祸意外哦，是起火、起火、换楼哦、啊，巴炉的意外三千起。跟你讲，天哪，三千起，怎么会这么多？我跟大家一个数字，你就知道明白为什么了。中国的电动车厂商总共有三百多家，<嘿>所以这叫一件事情。 人多必有叉叉啊，树大必有枯枝，车多就会发卤，什么意思？因为厂商太多了，当中都是良莠不齐。一台车，它甚至卖到五千美元，折合台币不到十五万元。这种电动车，你对它的品质，你会有信心，你会有把握吗？所以你看哦，总共中国在这个年度的销售量大概是六百万台啦，六百万台。但是呢，在当中发生一件事情，平均呐、啊、一天，哦一天就有七起。 起火的意外，那你说电动车到底为什么会起火？其实理由很简单，最主要发生的状况都是在于它充电跟加热，也就是他们讲预热加热的这个阶段。就像你用手机的时候，有时候是不是手机会过热？甚至 iPhone 还会跟你讲说，现在电池太烫了，不要再充，什么意思？因为相关里面电动车所使用的电池就很有可能会去发生所谓的爆炸的状况嘛。好，那截至今年中国第一季就发生几起，六百四十起。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品质又良不齐，成龙还跟你挂保证，千万不要用，否则会爆炸。所以中国的电子产品连电动车都不行了，是他们的骄傲哎、欸，更何况其他的零零口口、杂七杂八的手机。时光哥，我们刚刚谈到募资平台，那募资平台现在没有法可以去管理吗？现在问题那么多的话。 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的专法去做管理。那之前我们谈到很多那个募资平台不是受骗啊、上当啦、啊。<對 S 1> 是刚才有什么钢都特别的钢琴啊，然后这个呃没有交货等等。他有些那个受害者去告，事实上呢，他就那那个募资平台有的人就是哎好一点把钱退给你啊，退给望者三百块啊，退给你算了算了算了。<laughs> 然后呢，有的人在退的过程当中又拖拖拉拉。那有的消费者觉得说哎我才三百块就算了，大家觉得他这个过程当中又很烦人，然后要又来这个文件来文件去的，或。 就懒得去告，我觉得这个部分就开了一个窗窗户，开了一个细缝给那些投机者，哦，给那些投机者，他会觉得说，哎，有些东西便宜三百块五百块，我在募资平台募一募，然后呢，哎，他转转手跟中国大陆的制造商这些代工厂就说我要做这个东西啊，你这个做这個东西，你的做来做不来，做来就发货给我，我就按照这个募资平台的价钱卖给大家。去年这个什么叠叠锅有没有？ 哦，哎，有个、啊、这个案例，哎、啊，啊、叠叠锅又上了媒体啊、哦，哎，这个没有这个、照片。好，他是说呢，叠叠锅的概念怎么样？它有那个电锅呢，两种电源，一百一跟二百二，啊，你同时可以这样插过去啊，可以同时通通电。但是呢，厂那个木制品还交不了货，啊，有些有些这个观众的，有些这个消费者呢，就退了。OK，那有他有的去告他。 检察官就说：“这顶多是延迟交货嘛，啊、就谈不上什么诈欺啊！哦，你说诈欺，他可能骗了钱之后就拒不联络了。但他他钱收了，还跟你联络，还告诉你我货来不了。所以有很多人，很多人就一而再，再而三。有些你看募资平台的那些募资主哦，是同一组人哦，就去换不同的公司哦，然后在募资平台上面去做不同的产品哦，我觉得这一类的，这一类的这个这些。” 你们算消费行为吗？我觉得检察官要去查一查，因为很多时候就变成一个诈骗的平台。有的甚至说在募资上面，我去爬山的，或者去做一些某一件特别的事情的，那那个后也引发很多的争议啊。所以你说这个诈，你说如果管不好，坦白讲，募资平台就很容易跟变成一个诈骗平台，它中间只有一线之隔。 只有一线之隔，所以我觉得，我觉得我们对这个相关的，这跟今管会有关系。哎，我对相关的一些募资的这部分，我觉得规定要严格一点，要严格一点，否则的话就变成有心人。我今天用了 A 不行，我再又继续 B 嘛，好，再用 C，反正反正这个拿大家拿钱来，有的就就算了。那这你不要看哦，在募资平台上，有的就上百万哦，有些人就算了，你也可以扣掉，也有一些赚头，而且它的成本是零。 所以它的获利率是百分百，它的成本是零，所以我觉得这部分经管会也好，就台湾诈骗天堂这种经管会要不要管？要管啊，不要每次都打炸国家队几几百亿下去，这这些事情呢，基本上都没办法管。周一到周五晚间十点，请锁定《还你百兆》。 要拼外交，我百分之百举手同意啊！但是如果是把家底卖掉，而且卖掉是我们的细盾，哎、欸，金元技术，这你能接受吗？而且一问之下才发现，他也不是我们的盟友啊，他只是有台的人啊。 这一到底怎么回事？宇轩是照了我们这个玩国粹的时候有一句话叫“假阿仔告阿仔”，就完完全全形容这种状况，什么意思？要你出钱，要你出人，要你出力，要你出资，要你出粮，但最后呢还是不给你好处。啊、来，我们先讲到王宏威，他这次昨天记者会已经先讲到一件事情了、哦。台湾单方面出资无偿提供立陶宛，哦，它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八寸金圆的技术。 拱手让人，然后美其名讲非常好听哦、喔，叫做台湾立陶宛的合作计划，半导体合作计划，怎么合作法？来，再来讲喽。八镇金圆最重要是什么？它也不算是落后制程哦、喔，相对来讲也是偏先进的，所以在车用半导体上，通通用得到。你说好没关系，如果说技术要合作，给他就没问题。但就连设厂的费用，找了，我们都要帮他们出钱呢、欸？什么意思？原本呢，他设厂要求说，哎呀，我们台湾说，我可以给你六百五十万啊，这个。 就是要拿来帮他们盖八寸基念馆，结果立陶宛还嫌说这个六百五十万太少了，不够了，来狮子大开口，直接跟你要一千四百万欧元。结果发生什么状况？外管受不了了，这件事情才会被踢爆。这件事情怎么踢爆法？他在六月十六号的时候，外管回电给台湾的外交部以及总统，说对于立陶宛这样的要求，实在是违反国际惯例，很难去从事办理。结果没想到外交部也好。 找总统府也好，顾立雄说什么？说哎呀，这个东西啊，蔡总统已经听到了，而且下了指示，他们要四大开口，没问题。外交部、经济部、国发会，你们发条通通给我拴紧，马上把钱筹出来。结果最后很像话，把他看哦、喔，诶、欸、我要这个六百多万，六百五十万，我要一千四百万，那我们打平好了，从中间折中取个一千万，总可以了吧？欸、结果这一千万现在已经付了多少钱？ 六百三三万欧元、啊，他还真的付出去啊！已經,已经付出去了。当时他狮子大开口完，玩外管人还打电话回来说：“这不能答应，这个不能答应。”对，没想到蔡蔡总统一句话。 全答应了、啊，不止全答应，还跟大家讲说，你不要羞辱台湾外交人员。哎、欸，台湾外交人员在帮我们守纳税人的钱呐、啊，谁跟你羞辱了，你才在羞辱啊？人家已经跟你讲，这件事情做出去就会被人家当凯子，被人家当盘呐。结果呢，你还是照做，只是说虽然好啦，你好一点，没有一千四，但也是来到一千万欧元呐、啊。而且立陶宛是用什么样的做法？ 他不是跟你客气谈诶，他跟你谈威胁、欸。他说什么？哎呀，你如果呢不愿意帮我们，就代表一件事情，立陶宛帮助台湾人的心怎么样，大过于台湾帮助立陶宛心。换言之，你如果这件事不照办，你等着看接下来我们怎么处理你。但我好好奇的是什么？哎、欸，我们跟立陶宛又没邦交诶、欸，我们这边那边的办事处叫什么叫台湾尼斯。 台湾人办事处，哎、欸，连台湾都不是哦，它设在我们这边办事处叫什么？更妙了哦，叫做立陶宛经贸办事处，没了，台湾也没有，台北也没有，ROC 也没有，中华民国也没有？你到底设在哪里？它这个设在全世界都可以，因为它就是叫经贸办事处，欸、就这样。所以好，那你说我们到底换到什么？不知道。结果呢，我们只知道我们到底赔了什么。好，现在徐小明也讲了，说连别人不要的小麦也强推买多少钱？ 七点九亿元小麦，我跟各位解释，这个东西严重在哪里？立陶宛哦，小麦要来到台湾只能搭船，换言之，要两个月。那这时候两个月的过程中会发生什么？曲黄毒素会让它生产，所以就连台湾的厂商两个月前的新闻说，哎呀，大家在烦恼，因为国内根本没有人要收这些东西，到时候收了也卖不掉，而且也用不掉。我们要小麦，我们跟美国买就好了，干嘛还要你立陶宛？然后等两个月，还有毒哎、欸。 对，还有毒，还有可能产生毒素。哎，现在天气这么热，嘿嘿而且不是台湾热，而是全球都高温，政府还要补助二点四亿元。 就说，哎呀，这个小麦就算了，我再补充一个啦。我们就连镭射技术都要跟他买，而且还是立陶宛。在我讲到六月十二号那一份外管就回过来说，他还要我们买两千万的镭射技术。但讲白了，台湾半导体领先全球，我们技术要么就是要拿最好的。即便你立陶宛做的也不错，但我何必要去选择你？因为这是商业行为啊，你到时候强制我们送来这些东西，然后我们又用不到，还不是摆在那边？好，就没有关系。我们刚才讲到的都是送钱的部分，就现在厉害了，不止送钱，还借钱，还。 融资结果呢？融资就算了，本来我们跟立陶宛为什么而结合？是因为我们是抗中保还政线啊，<對>所以我们是这个对抗威权的好盟友啊，好战友啊。不好意思，现在跟你讲，又被王维威，又是王威，王威太可恶了，又提报台湾竟然融资给立陶宛太阳能公司原厂料，怎么了吗？嗯、结果呢？从中国买到的啊，<哈>而且还不止一点点钱，这多融资多少钱？又是八百万欧元。 哦，所以一千八百，然后呢，抗中保台买的通通中国货，所以是没有什么意思？我跟你讲说，我们一起抗中，结果呢，我又拿着资金去孝敬中国，然后我又去仰爱中国，又去依靠中国，然后在你的办事处只有经贸两个字，所以你看嘛，外交部发言人说什么？刘永健说这是不实指控，我提供半导体，立陶宛提供镭射技术，双边互惠，后续资金都由立国益助。完完全全是谎话。我跟你讲，他对于王宏维今天记者会，他还说了。 他说我不知道消息来源是什么、啊，各位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代表说你讲的东西也没有错啦，我也没办法说你是真的或假的啦，我只能跟你说我不知道你的东西哪来的，等于间接证实王文威说你就是拿台湾的人民纳税钱，拿台湾的融资跑去买中国的东西嘛，<对>所以外交部根本否认不了啊，所以你看公务员到现在想说，哎，国间国营的与民间签约合作咨询服务，完完全全在说谎，为什么？因为钱都已经到位了，何况这个不是合作，这个叫送钱哦，这个、叫当凯子，当盘子，又当凯子又借钱。 其实有时候听完这个，我都不知道，其实蔡政府到底是在想些什么样的事情？因为其实你陆陆续续看到，诶、欸，这个立陶宛根本没有任何的邦交啊，没有邦交之下，为什么要提供他那么多资源？就是因为他哦帮我们台湾比较多，去骂中国吗？被中国抵制吗？那我就想问啦，那如果其他的我们真的有结盟的同盟国，说你们对立陶宛这么好，那我们怎么办？那接下来可不是一千万欧元哦，八百万欧元、六百万欧元可以解决的这些事情、欸。哎，石刚哥，现在最关键的事情是。 今天他要拿我们是晶圆技术，哎，这是我们台湾的命脉、欸，<是>啊，那晶圆技术跟人家换这个镭射技术干嘛？我不懂啊。而且这件事情，我觉得工研院讲话也很奇怪，就，就是立陶宛跟民间企业的签约合作、资讯服务，那你就找台积电哦，找联电哦，你就把它做一个中介，说你有立陶宛民间公司有需要，去找台积电，电话给你，然后打电自己打电话，自己就按照民间的商业模式，你要花多少钱去买台积电的技术，看台积电要不要卖你嘛。 那台积电也可以说把过，比如说上一代的技术卖给你也 OK 啊，对，啊，或是我之前比较淘汰的技术卖给你，因为我相信立陶宛这有关于晶圆技术，大家都知道在全世界不是那么尖端的啊，这不必去去去避讳的事情。那那供应链只要做个桥嘛，告诉他说你要找联电的谁，诶，找这个台积电的谁，或相关的厂商单位去帮你立陶宛建立你自己的这个产业体系，我觉得这個 OK，这等于是我输出某一种产业的辅导。 我 <對 S 2> 我把的技术输出来输出，而且呢不伤害到我自己尖端的技术。OK，那个也许我还有相关的设备仪器，我还可以顺道整场输出，这个 OK，我乐观其成，大家都愿意看到。那为什么台台湾的这个外交部要出钱干这个事情呢？立陶宛这家民间公司是你台湾外交部有有股份在里面吗？他是私人公司啊，你有股份在里面吗？你私人公司里面拿到了政府的钱，会不会中间有奇奇怪怪的事情发生呢？因为立陶宛这么远。 远、啊、在七八千公里外，我们台湾怎么会一个相关的立法院怎么能去监督？怎么有能力去监督呢？我们过去援外啊，援外了，援助外国，台湾当援外啊，嗯、台湾蔡政府当援外援援外援助外国、啊。你看这中南南美洲过去发生这么多事情，在邦交国都会发生。哎，我援助某某某 A 政党，结果呢？哎，一半钱拿去。 抓去建设，一万钱进入自己的口袋，最后还被起诉，有的甚至逃亡到美国去，要求政治庇护的这类的故事，大家 Google 一下都都有。那立陶宛，你说他现他现在换什么样的一个镭射技术？说清楚讲明白嘛？镭射技术相关的，荷兰也是相关的很很很尖端的厂商啊，对啊，这厂商而且跟我们台湾的厂商已经有很长期的经验合作的默契，甚至一些产业的一些相互合作，那为什么不跟埃斯摩继续呢？ 那我又去找立陶宛，所以立陶宛的镭射技术到底是什么在前面？然后是什么国家跟他有相关的合作案例，值得台湾的外交部去拿钱去补助他？我觉得这些都是要说清楚、讲明白。那外交部的发言呢？我觉得也讲这個话，我觉得也是不实。什么叫不实指控？既然有这资料出来，一定是知道的人觉得看不下去，嗯，知道人觉得说这中间呢可能有猫腻。很多驻外的这个外交官哦、喔，事实上我觉得他们的都很正直啦。 因为他们是帮中华民国做事，不愿意看到中华民国的这些钱、纳税人的钱白花花的浪费去做个人公关。我讲白，有时候是做个人公关啦、啊，就是当那个当在帝国的政要的个人公公关，或者我们自己的一些民进党做做一些这个自己的大外宣，很多外交看不下去啊，就把资料给大家。这这个样子案子很多、啊，之前那个跳楼的巴西的也是一样啊，对，也是当地的外交官看不下去，把资料丢给国内啊。 所以你不要去怪这些立委，说你们怎么知道？你要怪你怪自己，说为什么去干这些事情。林涛，现在最关键来了，这立陶宛没有跟我们有邦交，我们帮忙他这么多，啊，其他的邦交国现在如果也来画把他片，啊，怎么办？ 没错，其实我们看到整个过程中是非常的夸张，因为以前大家知道工研院设立的时候是蒋经国中郎，那时候设立，对，它设立的就是希望我们去跟美日最新先进的技术来来筹资嘛，来把这个技术引进国内。当时候大家知道机体电路计划，现在的台积电跟联电的前身全部都是因为这个计划工研院过来的，结果现在民进党工研院却是泄露我们是。 希望技术进来，他确实把技术泄露出去，最精华、最精密泄露出去，而且还贴钱。这个我真的很夸，觉得这件很夸张。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功课，今天早上我把它揭露三大一点，其中第一大一点很夸张，我们的钱竟然一千万欧元，不是透过立陶宛的官方哦。 完全没有官方的色彩，我们直接把一千万欧元投进一个私人公司。嘿，<Hey. S 1> 那请问中华民国占多少股权？那请问对家关系是什么？未来获益我们中华民国可以得到什么？完全没有，你就是投进一个私人公司。而且我去看一下这個私人公司的财务报表，二零一八、二零一九、二零二一年全部都是它的获利小于营收。二零二二，竟然它的营收只有一千万欧元，它的获利可以四千万欧元，钱哪里来的？ 你的生产线卖出去的东西就一千万，最多营收一千万，你其他三千万欧元到底哪里来的？完全没有说明，所以我现在就合理怀疑，是不是这家公司长期透过人家去捐献，你收人家的这样子的一个捐献的公司，有一种白手套疑似白手套的做法嘛？所以大家才会觉得疑点重重，人民的纳税钱怎么会投入一个私人公司呢？第二个，我去看这个总裁。 在签这一个合约协议的时候，竟然讲什么？他讲说：“哇，这是从台湾来的金额啊，而且这只鹅呢会下金蛋。”你被人家当做潘娜啦，你竟然把钱圈到一个私人公司，还被人家讲说你就是一个潘娜。 你就是一个金额，你就是会下金蛋，这情何以堪？而且我们看到，当时候签这协议的时候，是我们要给他金额的技术，他们要给我们镭射的技术。请问呢、啊，镭射的技术在哪里？有透过任何的公司吗？这个技术有进到公营院吗？完全没有，这是昨天外交部对外的声明完全没有提到的，<對>是非常恶劣的行径。刚才第三点，那个宇轩也有提到。 这些外交人员已经示警了，你最多只能投六百五十万欧元，你超过都已经是完全没有效益了。所以，我们说嘛，今天如果没有邦交国，都可以这样子喊价。 当你攀呐，请问邦交国会不会一样画葫芦？每一个都跟你喊嘛？你没有一千万欧元，我要跟我为什么要跟你呃继续邦交？我就邦交给别人就好了吗？所以现在整个部分，我们最担心的是会有连锁反应，而且在这个过程中，疑似上下其手，人毛不脏，绝对包括剪掉都要查清楚。来旺哲，我们刚刚谈到一千万欧元，其实这数字不大也不小，做外交 OK 嘛？那现在关键点来了，那蔡政府时代到底做了多少？ 凯之外角、欸，我先给大家看一个画面，这画面非常震撼哦、喔。其实他们最喜欢的是什么？棒球。那过去呢，台湾其实帮我们的友邦也盖过棒球场。这个尼加拉瓜帮花了九亿盖棒球场，结果人家还两度跟我们断交。这 <laughs> 这个盖<沒><蓋>完就断了。盖盖就是就是你建教的时候盖嘛，就是盖嘛，然后盖完就断了，对吧、啊？哎、欸，九亿元，我们新竹棒球场多少钱？十二亿。那新竹棒球场现在情况怎么样？长香菇了，长草了。那就我帮他大盖一个大联盟等级的球场。 结果现在人家跟我们断交，你花了九亿元，钱都是我们我们纳税人出了，我们当然有义务要基于帮忙追，但重点是我们希望把钱花在给你蔡政府，是希望能够帮忙台湾能够诶、欸、在国际上能够发光发热，好，我们能够换回台湾最大利益。但目前看下来，蔡政府这七年下来好像完全没有做到这件事。周一到周五晚间十点，请锁定《还你一百兆》。 好，现在我们要讨论的是，现在台湾政坛的未爆弹真的要来了吗？糟糕了，糟糕了！郭董起心动念之外，他要背信承诺，他真的要出来参选了吗？最近的动作实在是太多，我们一一来解读。来看到现在传出啊，郭台铭下周七月十号要去访美。 他访、啊、美要见谁啊？见的是这个外交教父季新奇耶。这消息出来之后啊，啊这个郭半就说：“哎呀，访美是不实的错误消息。”但会不會去呢？还是说还没有跟季新奇敲好？哦，未来都要来看一下。第二点是什么？是七月四号的时候，昨天的时候，他跑到这个屏东跑行程哈、哦，他跟议长周点论全程陪同，而且下周呃下午哈、哦，这个郭州还密会，到底聊什么？哦，大家很想知道。那另外现在还有一个消息啊，最好笑的是。 好，郭台铭又说出了那一句话，让大哥先做四年吧。这句话他之前对韩国瑜喊过嘛？这次换跟谁喊？跟柯文哲喊。好、哦，这、就是有媒体报道说他们私底下有讲这句话。那柯那时候还会说。 啊、呃，自然就好嘛。我们再走一个月看看，然四两拨千斤一下，一个月看看看的是什么啊？当然是看一下侯友谊的民调啊，有起来还是上去呢？再决定我要不要跟你哈。那另外，现在这个郭董也把他这个心眼动到这个柯妈妈上面了哈。他过去就曾经拜访过他两次，第一次是在二零一九年的时候，他跟郭妈妈讲说，哦、我想当正的啦，你可不可以让柯文哲的柯文哲当副的哈。 大家都知道这柯文哲很听妈妈的话嘛，然后妈妈会被劝會呢。好，最新是这个今年五月份的时候，郭还带着自己的儿子郭守正探望脚伤的柯妈妈。好，为什么？因为我们刚刚讲了，这个柯文哲很尊敬他妈妈，那这就去找妈妈了，把陈英先拿出来。这个关系这么密切之下，这个郭柯佩是不是还有望呢？来宇轩，你怎么看？最近郭台铭接二连三的动作，难道真的要选吗？他已经在牛牛棚练头了啦，哦，随时上场。 对，随时等着上场，他就是看着侯友谊倒开匹配出来，然后想说，哎呀，什么时候终于轮到我？那当然，他身边的投手教练就是他自己人嘛，说，哎呀，郭董你上去一定会赢的，一定能够玩风色，郭董加油，郭董加油，不断的这样去跟他吹捧。但我觉得，当然郭台铭现在起心动念的意愿是非常的强烈了啦，哦，甚至呼之欲出嘛，还传出说这个这两天之内，他就要好好去思考决断，说，哎呀，自己到底要不要独立参选这件事情？好<嘿>、哦，但我讲一个前提啦，大家仔细看最近的民调。 哦，从郭台铭开始兴盛起来說，说哎呀，很想要参选独立参选这个议题出现的时候，恰巧是柯文哲的民调跟赖清德越来越接近的时候，就在这三天啦，哦，包括三份民调啊，由民进党自己做的，以及相关其他媒体做的，纷纷都指出一个现象，柯文哲跟赖清德越来越靠近。所以你看啊，这个时间点，郭台铭出来到底是图的是什么？其实理由很简单，今天他有这个权利去跟民众党。 做话把它看，什么意思？说你看哦、喔，不管如何，我今天跟跟侯友谊至少是平起平坐，我就是能够拿下百分之十五的选票。即便说你今天柯文哲出来，我也可以让你的支持度至少掉八到九个百分点。而且我有百分之七的额度是不属于你的，也不属于侯友谊的，是只会投郭台铭的。他是从所谓的未表态名单出来的，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变成是柯文哲遭到一个威胁。他原本已经快要超越赖金德了，但现在只要郭台铭出来之后， 他的胜选就无望，赖清德就躺着选，所以他必须要借由这样的一个角度去跟民众党做一个谈判的空间。但郭台铭真正想的是什么？郭台铭真正想的当然还是七二三全代会存有一丝希望。哦，当然外界可能会觉得怎么可能，金补充都入住了，但我讲的是郭台铭个人的想象。哦，他本身如果不是自信心爆棚，就不会提出独立参选这件事情。<對>所以在这个前提跟状况之下，我觉得现在未来的发展反而是说，因为七二三，郭台铭的期望注定会落空。 所以他势必会想要最后只剩下一条路径，就是能不能与柯文哲靠拢。但民进党现在态度很明确啊，就是没有要跟郭台铭合作啊，我们不靠你就可以选赢了啊，你是出来乱的啊。所以在这个态势之下，变成是郭台铭独立参选这样子一个可能，反而是谁最希望促成？反而是民进党最希望促成，他们稳赢啦，这样子对躺着选了嘛。所以你看，现在从联署也好，到推波助澜也好，到网军去帮忙扩散也好。 这个哦，是连自己郭内部人都不会演哦。确实，民进党的人有在帮忙，所以在这个前提跟状况下，郭台铭会不会出现？除了说端看他个人的智慧之外，其实在外围最为推手是谁？其实是民进党在帮他。是呵江呵哥，你会不会觉得他真的是要出来参选、啊？尤其是你们这边党内推一个反科条款。 郭台铭今天如果要帮你站台，你要不要让他站台？此时此刻，郭台铭还没有总统候选人的身份。如果他要来的话，我 OK，我欢迎。哦、因為他昨天不是也去南部六个嘛？哦、那党党庄也没有讲说要党纪处分，因为他现在是属于民间的友人，而且当现在郭呃朱也讲嘛，就是他是藍軍珍贵的资产，哎，蓝军重要资产嘛。哦、嗯，我所以我是觉得以目前来说 OK，但是如果他有总统候选人身份，那这样另当别论了哦。 那我们先看这个民调啦，不管是这个民调，或是之前看到的，其实郭台铭出来，其实对谁最伤？看起来对柯文哲冲击最大。当然侯友宜也有些许冲击啦，但是那对于那个重伤程度最大的是柯文哲，因为他们很多的这个票源跟支持者是相互重叠的。那对柯文哲来说，我现在就是正的啦，我可以好整一下，就去挑一个我想要的副手啊，而且这副手要听要听要听,要聽正的吧。 副手要听我柯文哲，副手不跟副手我听讲个副手来，不能跟副手压过我嘛，东风压倒西风不可能嘛，哦，所以，所对对于柯来说，他应现在就我自行在自行走下去，然后呢，未来看有不可能跟国民党合作，因为昨天有另外一个媒体的民调，发现他如果是呃呃蓝白合作，他的那个民调制度达到四十六，甚至比郭台铭跟柯文哲的合作还那个比率还高，<對>所以我相信。 柯这么聪明的人，他们一次一下一定也做了很多份的民调，因为顾念郭呃柯这个人基本上还蛮相信这个数字的哦，所以所以以这样情况来看，我觉得呃呃柯文哲不会去接受郭台铭做副手，而且政治这种东西，哎呦哎大哥，先让我做四年啊，望着下四年给你做，哎权力到手哎很爽啊，<laughs> <laughs> 这个这个我当然耍到最后一个我耍不到为，<laughs> 耍不动为止，所以一下就是八年嘛，我告诉你，未来四年。 我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做完呢？哇，怎么因为这谁谁关系，我我要把这事情做好做满，我才对得起台湾。那好，这么一讲啊，算了，这八年过去，八年过去，柯文哲的年纪也不小了、欸。今年柯文哲好像接近快六十五岁，哦，快六十五岁，八年像下去多少？七十三了，七十三了。然后当然后到时候这个民众党还是不是现在的民众党？这些都是很大的问号。 所以，以政治人物逻辑来看，我不可能加到八年的有梦香水嘛，一定现在这个这个脚底的玫瑰先要拿在手上嘛。所以，以现在现实来看啦，就是科不太可能会跟郭合作。但如果说真的郭呢真的出来参选的话，我觉得赖清德基本上就就就就躺着选了嘛。因为你看这民调数字，我就我就已经到没有意义了啦。我觉得除了这个赖清德之外，其他三个你说十四、十七、十八，这基本上差没有。 以那个全国民调来看，就差四五通电话而已啦，再加上加权，那这个已经是没有意义，变成一个混混仗一团，打混账的一团一团一团选举了。所以如果说我一直我一直讲、啊，如果这些在野的大人们，在野的领袖，哦，这六成希望政党轮替，果什么三方不坐下来谈一谈？三个人比一个民调啊？ 第一名的做老大，第二名做老二，第三名的看似不分区。第一名，哎、我就说这是庶民，这是很多一般人的逻辑。我们这些政治人物都是算盘打太精了。我们在这个菜市场，每个人都讲一样的话，就三个人比一下嘛。因为六成是希望政党轮替啊，如果这三个人哦没有掌握大家希望轮替的明星的话，等到明年一月十三号一过，这三个人呢都是一场空。来，林涛怎么样看？ 我觉得这个郭董事长最近啊，看到整份这几份民调，都知道四卡都是必死的，就是说基本上菲律宾大联盟他如果独立参选的话，不管什么样的状况都三个都输了，就是全盘皆输的局面。那我觉得说，在这个前提之下，郭董事长他对于台湾的未来、对中华民国的发展，他不可能让两岸西变成兵凶战危嘛，所以基本上他还是会找跟他理念相近的人，不会执意参选呐、啊。 那大家也在讨论说，今天是礼拜三开中常会嘛，原本说开中常会会不会风雨欲来，然后换谁换谁，然后做提案。结果呢，我本来期待是这个中常会外面啊，大家天气有那种午后雷阵雨，其实也没下雨，啊，里面也没有发风雨欲来，所以基本上这些都是一个平和的做法，就是平和的一个过程。因为大家知道，只要独立参选，说真的。 赖清德就直接参当选了啦，整盘全输光了。全盘全盘结束，他直接直接宣布了。我觉得说，在这一个前提之下，他不会，他会很明确的跟大家讲他要走的方向，他不会这么的让整个全盘一定输的。回头看一下这份民调。 这民调两个部分我要讲，第一个是这份民调是四话加网络，说真的这也是史无前例，因为这个网络的市话加网络加网络四话加网络叫做混合民调，<laughs> 这个是史无前例啦。那它这个网络上还是主动你去发那个问卷，而且它的抽样虽然是台大教授抽样，可是它抽样只抽现世别跟性别的特性，它基本上没有像我们原本做四话抽这么细。 所以我觉得这个有待观察。可是说真的，就是我们现在选举的气势比较弱嘛，所以今天人家给你做第二、第三、第四名，他他都有话讲嘛。所以最好的做法是我们赶快把脚步站起来。而且这一份民调是六月二十九号到七月一号，基本上他还没有反映金老师的金氏战法四大主张还没发酵。所以我认为一到两个礼拜之后，民调会有大幅的不同。第二个部分，你去看这份民调有两个部分哦。 他竟然没有去问赖清德你副手要选谁，他问了你的呃侯友谊你副手选谁比较适合，然后问了柯文哲你选谁比较适合。哎、欸，这答案很猎奇哦，很特殊哦。昨天网络民调才告诉我们侯科配可以赢赖清德的组合，对不对？结果今天这份民调告诉我们侯友谊的副手只有六点七八会青睐柯文哲，竟然是最低的，所以就是告诉我们民进党还是會怕嘛。 他怕蓝白河，他怕侯跟柯合在一起嘛，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好嘛，那柯的副手总是会有侯友谊了嘛？哎、欸，没有，里面的选项竟然黄珊珊、韩国瑜而已，跟郭台铭竟然没有侯友谊。所以基本上我们看到这几份民调的过程中，我还是期待，包括我右边的刚爷，當然还是期待有蓝白河的可能性，因为这是能够赢选战最佳的路径。嗯 旺子，我其实我看到这句话，我真的是觉得有点风趣啊。<對>让大哥先做四年，哎、欸，这既事感很重哎、欸。哎、欸，对。而且你刚刚还跟我讲过，你在当记者的时候还做过这一条新闻、啊。当天呢，其实就是四年前的那个国民党在民调公布前的前几天哦，这个郭台铭上了这个有台的政论节目上喊出什么？这个就算大哥拜托你了。当时像韩国一喊话，这個、大家其实都记忆犹新。那像大哥，其实坦白讲，四年之后呢，这个郭董呢又再度喊大哥了，希望这個柯文哲能够先让他做四年。 所以我觉得郭台铭现在如果真的要出来，坦白讲，直接就赖幸德就就赢了，这这很简单的理论。今天这个柯文哲跟侯友谊到了木栅的这个指南宫去哦，大家看一下，独缺谁？独缺赖幸德。哦，oh, 有没有？嗯，就没送啊。赖幸德为什么要去？他干嘛？他干嘛去？我、哦、我都赢了，我干嘛去？对不对？今天是哪里？木栅指南宫是这个蓝蓝军的大本营呢、欸？那。 重点是什么？蓝军这样分裂啊，我赖清德根本不用动了、啊，嗯，我干嘛去现场？来，石光哥，欸、我补充一点啊，为什么今天没去指南宫啊？因为指南宫跟黄成国关系很好，哎<嘿>、欸，黄成国就是英系的，然后赖清德不是前那个几个月前把黄成国视为一个指标啊，那个民进党扫黑指标，所以把他那个就是前后的把他压迫，叫他退那个做民进党的中常委，所以这个不爽哦。 我、哦、今天这个这样重要的这个指南宫的大典，哎、欸，所以我就理由理由编个理由说，我过去都只邀请总统，所以总统就指派郑文灿，没有指派你来金德，否则的话，哎、欸，总统要指派当然指派副总统啦、啊，我怎么会指派行政院副院长呢？嗯、所以看起来就是英系跟这个赖之间还有疙瘩在。国统代表独立参选呢？我们用数字跟大家讲好了，简简单单来看，这个是最新的民调出来，就是说，哎、欸，二零二四总统大选民调，你会不会帮郭台铭签署连署书呢？ 我直接跟大家讲，这个图不用看，我直接帮你列出来了。愿意帮忙连锁有百分之二十八点四，高吗？其实还 OK。原因是什么？你连署出的那个份数是过了嘛？但是呢，你可以看到，不愿意帮忙连署有百分之五十五，那就很好笑一件事情，就是支持郭董的要连署人有好，就算你连署成功，你要出来选，但你还是不会上啊，因为不帮忙连署有百分之五十五嘛，所以你就算连署过也没有用。好，这是第一个。 第二是，请问你支不支持郭台铭独立参选呢？支持百分之三十五点八，不支持四十一点五，不支持的还是比较高。另外看一下四卡都哈，这个数字刚刚四刚哥讲说哦，这只是差一点点，没有没有什么意义了。最关键是在哪？最,最关键是柯文哲跟郭台铭。大家看到的是三卡都的时候，基本上柯文哲还是保持在第二名，而且这个趴数是蛮多的。但四卡都之后，发现一件事情，他的票又会流回去郭台铭那个地方，所以最上是谁啊？就是柯文哲啊。 不过从这份民调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来，斯刚哥，他竟然都已经看到愿意帮忙连署百分之二十八点四，不愿意帮忙五十五，那那你干嘛还要选？你干嘛还要连署？这没意义啦。可是哎、欸，不要忘了，二十八点四的人去联署，他二十三万就过了。 他过了，但他还是不会上啊。<他 S 1> 对，现这就摆摆摆明的讲嘛，就是我连署会过二十三万。如果假设就地方拍戏或者他自己的好朋友帮他动员一下，我觉得会过了，会过。九月份开始就很容易，很容易过。二十三万不是一个很不是一百万这个数字嘛，所以会容易过。但是会不会选上就不会选上，因为摆明就是这样子。因为你你在也在也的联盟，你就分散选票了嘛，分散选票就赖清德就在旁边开心偷笑啊。 我未来半年说，只要跟自己人挥挥手，拜托拜托，哎，事情就结束了、欸。可能不到三十九趴就会就可以当选总统哦。阿扁那时候的沙卡都是三十九趴当选，但如果这样子搞下去的话，搞不到三十五趴就可以当选总统，变成史上最低得票率就可当选总统的人哦。所以这个对这个对整个大局来说，我觉得都不是一件好事情啊。所以你说愿意帮忙联署又怎么样？ 因為你帮忙连署都不代表当选。如果帮忙连署之后，每一张连署票二十三万票就决定哦当选了，那这樣四个四组人比再连署就好了。而且搞不好还有绿营会冠票。对，最开心是谁？就是绿营嘛。搞不好当时以后那个设立那个呃、欸、设立那个连署站的，哎，搞不好就是绿的人。像高雄大韩的发言人，现在高雄组织什么帮郭连署？嘿，在帮郭连署，在脸书上成立一个社团，我这样就是很清楚了嘛。 郭出来，那谁在会是最大的动力？就是亲绿的团体嘛，或亲绿的一些某些的所谓的外围组织嘛。所以我觉得郭台铭就自己想一想，如果你真的为中华民国好，那那那这个时候应该是发挥关键的影响力，你甚至应该做大哥說，说做大哥的，你们四个人都来谈一谈，不但是郭台铭、哈侯友谊，然后呢柯文哲之外，把朱立伦也找来、啊。 大家四个重要的在野党的领袖谈、啊、一谈，到底什么事情大家心里面的坎就过不去，非讨厌谁，非让他死不可，讲清楚。来林涛，我们其实看到在二零一九年的时候，这个郭台铭这事件，哈，其实重伤了国民党。到今年，你看他不太一样了，他道歉了，哦，他也甚至来跟韩国瑜 say sorry，还在脸书上面支持侯友谊。但现在这些看起来都说是假的事，他会不会成为千古罪人？ 我觉得真的要冷静，再冷静。<laughs> 你现在是在温情喊话，<靜>是不是？太多冷静，因为小弟拜托。贸然的参选就是两败俱伤。<laughs> 现在不是两败俱伤，是四败俱伤，全部都会挂。那我们看到现在，哎、欸，三败俱伤，因为扣掉赖清德。现在看出来，如果郭董事长要参选，至少有三关呐、啊。我看到很多人。 大概有四关有五关，但是其实大部分就是三关。<Hey. S 1> 第一关就是连署的门槛嘛。说真的啦，真的要连署是可以啦，可是要不要花一点资源？要，就连署往后不会上？不会。那基于一个这个商业剧部来讲，你投资源然后不会上，这是很好的算盘吗？是一个不好的算盘。但我有我有钱呢、啊欸。你你有钱，可是你我连我署一百次都没关系啊。你真的可以连署一百次，<laughs> 可是你不会上。基本上如果你连署。 呃，一百次，然后你会上 <laughs>，OK，跟你这连署就是四败三败俱伤嘛，所以第一个连署第一关，连署完就不会上。第二个，你如果要选要上，那总是要，例如说国民党退让嘛，你要叫侯友谊跟你整合吗？还是侯友谊不要选吗？周一到周五晚间十点，请锁定《还你一把抓》。